云总，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请你们先到办公室等我。云总，哦，你就是那个新上任的总裁吧？这三个月不给我们发工资，整天出来压榨我们，你还会做什么呀？就是啊！来了，今天你就给我们一个说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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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？你们这样对红明的总裁，好像不太礼貌吧？让开！你们是想进监狱吗？说，是谁带头的？是我带的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们辛辛苦苦工作，为了什么？就为了这么点工资养家糊口？你们扣了我们工资，就该打。没发工资就这么大仇吗？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快说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自己的主意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会明察事情的真相。如果真的无故被扣工资，我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。秦雪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就这么处理了？先这样吧，查明真相再说也不迟。